来，小伙子。鸭子，天都黑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教他说话，他就不理我，这个猪，而且最近连摸都摸不到他了。看他，很想骂我的样子，再看看这长尾巴，这么长了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去吧。这鼻孔看着确实越来越不对劲了。怎么变得越来越白了呀？该不会真的是个小姑娘吧？很久没有带出来让它飞了，让它飞一下试试。哎，怎么往手机上跑呀？去，看看这大鼻子，这颜色是不是越来越不对劲了？来亲一个，亲一个，哼，小伙子，又被关在家里了，又有时间陪他们玩了。明天也准备把小黑的两个小崽崽拿出来收养了。走了走了，回家了。眼看着天马上就要黑了，玩上一会儿也就差不多了。再来看看大黄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你嘎个什么劲啊？出来看看，又变漂亮了。哟，这四郎你吃了好多小米进去，看来马上就要断奶了呀。看这翅膀，一点都不对称，少了一节这儿。今天也是早上喂过一次。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喂它，都晚上了，眼看着就越来越独立了。玩一下给我看看呀，没人的时候我老是发现它在保温箱里玩这个球，给它它又不玩了。还有人问大黄吃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谷穗呀，相当于小鸟的零食，给它们吃这个断奶还是蛮不错的，啃着啃着自己就会吃了。Thank you.